让我们掌声有请亚洲最受欢迎、最具偶像气质的实力主持天团——天天兄弟。现场各位。服装特别统一，情绪特别统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娱乐脱口秀节目《特步天天向上》。欢迎大家！大家，就天天向上到目前已经有六年时间了。是的，对。哎，韩哥，我特别想问，为什么是我们五个人一直依偎在你的身边？对啊 ，Why me 呢 ？Why me 啊 ？Why me？Why us？我先讲一下我的原因，好吧？为什么？湖南卫视的领导就问我说：“哎，欧弟啊，你想跟哪一位大哥？”想跟哪位大哥？有这么问过你吗？当时湖南台的领导肯定不会这样跟你说话啊，没有。欧弟啊，你想跟哪个大哥？有特定的姿势。对对对对对。结果你怎么说呢？小汪还行啊。哎，当时说的是。其实我们真的都在问自己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是你们几个呢？为什么呢？你台里其实一直都想换。对，为什么？那为什么没换呢，韩哥？有这样的原因？那是因为观众喜欢你们，对不对？谢谢。没有办法，衣食父母啊。你给衣食父母说个一吧。爹妈。哎，真乖。身体可安康。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请到的这一位跟我的缘分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深，我真的是看着他在这个舞台上一点点成长起来。对啊，你算是接生婆。哎，十年。哎，我跟老何真算是真的他们这一批孩子的接生婆，而且还是你捡的脐带。那这就记不清是我捡的还是他捡的了。这位嘉宾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他是幸运儿，但是我觉得最开始是幸运，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在不断的蜕变，蜕变成非常非常完美的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